便是慈悲爱众生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为什么六通时候有个漏尽通？菩萨不证漏尽通，没说漏尽字。他虽然是证得了，不会没有，他不求取，不求取，不取相，不尽漏。尽了漏了，他就不能到三界来度众生。这个含义，他不厌离众生。不厌离苦果，菩萨能，他也有这个智慧，也有这个修行，但是他要行菩萨道，所以说五通，说五通，说这位菩萨，此五三地菩萨，与住持三昧三摩不地，能出能入，菩萨在定啊，入住。出入定住定出定，他是自在的，大菩萨他在定中就在度众生，他定慧是均等的，他以他的愿力意念来利益众生，因为那个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都在三昧当中，上来这三地菩萨所得的五通是在定中而产生的，定中所产生的，那么他在定中行菩萨道的时候就是在慧，就是慧行，慧是行，慧是由定而生的，所以他这个行菩萨道时由何寂静，有智慧的人他利益众生就是三角方便，三角方便使众生得益，这个又名那个五地三地菩萨所行的，所行菩萨的相，他是在三昧当中利益众生的，在入住住入住出入定住定出定都在利益众生，利益众生的方式就慈悲喜舍，以这个方法来利益众生，因此呢他能够使这个一切众生得度，但是得有缘啊，得加个有缘，总说得度，他知道你的心想什么，又知道你所做的错误是什么，他怎么样扭转你，怎么样随顺你的心意，以他大悲方便，这上头是说菩萨行这个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只说第三地法光地的菩萨他所利益众生的事业比三角方便，到这个地方金刚藏菩萨又跟与会的大菩萨说，说佛子啊，此菩萨住此法光地，凡是修行得正德的，正到发光地的时候，以发光地的这位菩萨，以他的愿力，他的愿力
他能见多佛。能见多佛是指着好多呢，多百佛，多千佛，多百千佛，乃至见多百千亿诺由陀，诺由陀翻不知数啊，无量数。到了三地菩萨，他的随意能见一切佛，见好多呢，不可知数。想见好多佛，就能见好多佛。为什么有这么大力量？因为他心广大，广大又遍满一处似的，广大入虚空似的，那像法界一样的。身呢，身心有数穷说的，数着说身呐、啊、钱呐、啊、高啊低啊，横着说是广大狭小。三地菩萨发光地的菩萨，他那心不但广大，就红遍十方，数穷三界，数穷就是身心。他却能够恭敬尊重诚实供养一切诸佛，供养诸佛的衣服饮食卧具汤药一切自生悉以奉施，一切供养一切众生，还供养僧人啊，供养僧人，以这个善根回向无上正等正觉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在每一个佛的道场当中，就是佛所，佛所就是道场，能够恭敬听法。那他到一切诺陀诸佛跟前做什么？去闻法。每一个佛方便善巧不同，根本是没差别，佛佛道同，方便善巧度生的因缘各个不同。那这三地菩萨到处去学，这叫供佛即生，不但供养诸佛，也供养一些众生，以这个善根呢，供养佛供养众生的善根回向无上正等正觉。平时在供养这些无量诸佛的时候，在这个佛的道场当中要听法，听了法就去做，力所能及的都要做，随力修行啊。此菩萨，此菩萨就是光发光地的菩萨啊，发光地这一类菩萨，他观一切法，他怎么认识的呢？对，一切法怎么认识的呢？认识一切法不生不灭，就是不生不灭，一切法性空，但是因缘而有，就是缘起。就是佛所教授的性空缘起，这个时候三地的菩萨他没有知见问题了，他把这知见灭了，灭那个邪知邪见不正确之见，所有看问题从体性上看的了，他的正得法身的三分了吗？说一切法都没有了，一切欲法色法有法无名法，这是无名法，所谓微薄，不像众生的无名很重的。第三地的菩萨无名的法就微薄了，这数法就是数法很少了，与无量百千亿诺由陀劫不及即故。说是
在无量百千劫他修行，把这些个无名的术法磨练的已经很轻微了，不再接近无名了，消灭无名，不再接近了。那些个贪嗔痴、邪知邪见，提及除断，这是发光地的菩萨，他都除断了。所有的善根的福业定慧转更明净，越转越深清净光明，就是智慧，光明智慧清净无言。佛子啊，譬如真金